以前登河哦，也唔过登啊北岛开始的时间，今年到达已经有三件登啊北岛当前的病例，有学校嘛因为校外停课，所以显示讲登啊北岛的病人是愈来愈多，关注最近啊当降级的平均，所以提醒大人囡仔哦，得爱直接洗手，出门登去处理得爱先换衫，做好防护。囡仔用跳舞的方式提醒大家，都要过来洗手。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转好，不过肠仔病毒却开始在流行。花莲县已经有三间幼稚园、一间国小，因为肠仔病毒群聚停课。另外，在台东也有一户十波囡仔得着肠仔病毒重症。酒精消毒会比较没有用，要用漂白水，所以特别要提醒大家。它其实它的两个传染途径，主要还是在接触传染跟飞沫传染，尤其是接触传染。过去这三个礼拜以来，我们的肠病毒每个礼拜是以20%以上在成长。过去这三个礼拜累计增加了138%。疾管署统计资料显示，今年至少有三例的肠仔病毒重症，还有8例的轻症。以四月十六至二日这礼拜来看，国内因为肠仔病毒去看医生的就7000多人，顶礼拜是5000多人，算起来是加40%。治病的个案嘛，比最近两年降级较侪。疾管署各病区管制中心嘛，发现肠仔病毒除了伫咧咱国内，另外中国东北亚也有东南亚嘛，都咧传烧。在疫情之后，蛮多小朋友的，不管是肠病毒啊，或是一些小朋友的肠胃炎，都蛮严重的。对，所以就是这一块，就是只能不断的叮咛小孩做这件事情这样。究竟对肠仔病毒的压制效果有限，高雄市府提醒家长，会当甲漂白水透布去消毒环境，也着定定清洗囡仔的佚佗物啊。全高雄市有6间肠仔病毒重症的急救责任病院，高岁以下囡仔若是贪眠、意识无清楚，还是一直咧吐，拢着随看医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